哎呦，那我就狗狗。我不是把它水母头扎成狼尾了吗？然后有很多人在问教程，其实挺简单的，长发部分基本不动，把上面短发部分扎起来就行。首先我们把头顶的头发分成两份，这样子用皮筋把它临时绑起来，然后侧面的短头发用蜈蚣辫把它编起来，不用太多，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想要头包脸效果的话，编辫子的时候记得把前面都要扯松一点。不好扎，扎马步。扎马步。头顶留出来的那两份同样也用蜈蚣辫编起来，因为这个狼尾要扎在头顶位置，所以蜈蚣辫不要编得太下了。然后把这些短头发全都一把扎上去，扎完以后不够高的用抓夹撑一下。最后就是两个小细节，从下面的长头发里面取一小绺头发编一个细辫子，用一字夹把刘海上多余的头发别在这，刚好可以遮住这个发缝。总体就是四个辫子扎一把，然后根据适合自己的调整一下细节。